结局被僵持拖延，待续，是不舍，是尴尬，还是默契？我们保持着对视距离，拥抱却被剧情质疑抗拒。分离在等待时当入戏，是惋惜还不想结束全局。我们用沉默聊着话题，在对方眼神寻找讯息。你想要我用哪个词汇做分手前下一句？原谅说不出祝福或抱歉，争夺权利。你的感受此刻我还想顾及，只是真的无能为力。你想要我用哪个词汇做分手前下一句？明明是我即将要被你给抛弃，转身无声的告别过去，请记得我还爱你。分离在等待适当入戏，是惋惜还不想结束全局。我们用沉默聊着话题，在对方眼神寻找讯息。你想要我用哪个词汇做分手前下一句？原谅说不出祝福或抱歉，争夺权利。你的感受此刻我还想顾及，只是真的无能为力。你想要我用哪个词汇做分手前下一句？明明是我即将要被你给抛弃，转身无声的告别过去，请记得。说不出祝福或抱歉，争夺权利。你的感受此刻我还想顾及，只是真的无能为力。你想要我用哪个词汇做分手前下一句？明明是我